局啊。什么年代还在玩 Candy Crush？ 老屁股的最爱，好不好？放下啦。无啦，科比里阿门讲，一台纳智捷 S 5要安怎处理？干掉啊！真想这啊，真想这，回来我开啦。是哦，现在病毒猖獗，生意又不好哦。啊，不然这样啊，我上次我有问一个那个同行，我来把车丢给他好了。科P在线等，很急。在线等。对啊。Hello， 喂，有没有听到啦？有啊，现在有了。哎，我那天不是跟你讲一台那个纳智捷手牌的 S 5那个啊，白色的。你那个影片上面那个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追车无浪，我来讲，糟糕万贵，给你好不好？给你啊，还你啊！哎呀，不要喂，我没13万的，不用钱。不要钱可以来啊？要不要啦？你先回去卖啦。那我又不卖纳智捷。你连他们要收多少钱的，你还卖？我都帮你宣传了。不是，他们叫了回来之后，他们就想是那一台，他们就买13万。你说对，没错，就是那一台。那你要给我赚多少钱？现在客人都会给你赚钱啊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你也是要整理嘛，啊，你整理带一些成本啊，比较拼命哎，啊，你不爱赚钱，我嘛不爱卖你啊，对不？车子就是没有撞啊。我知道，你车子都漂亮，车没撞，我知道啊，卖也是我不卖，可是重点是这个车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贪心。哦，你整理好啊，一手车原厂保养，你就跟客人讲，我们也卖十几万，不要卖过20就好了啊。赚几万块有这么困难哦？我觉得好难。13的啦，你不是说你有看影片真笑哎、欸？你去看我，你有搞链接，你有搞订阅我啦。他本来装一个赛车椅，然后我有把它换掉了，我换原来的椅子，好不好？赛车椅在啊，你要那个干嘛？那固定的呢？我可以放在家里坐啊。哦，我家的狗已经在坐了。啊，我就13万花椅子5000呐、啊。所以就是125啊。135了。135，哎，我都帮你宣传好了，不然这样子啊。你签回去卖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的客人哈、哦，有人想买这个车，有人问我，我就叫他找你，这样总可以吧？啊，你卖掉要请我吃饭就好了，还是要请我去商起来也可以。哎呀，我的问题，我来处理，好不好？但你有赚到钱再讲啦，反正出来做生意就是要赚钱的啦。啊，不给你赚的人，你也不要卖他啦。简单讲就是这样啦。你也看看你啊，你看江秀莹，你也看看你啊。哎、欸，我刚好明天我要中午报，明天就签好了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先回去赚，先回去赚啦吼，叫你大赚钱，啊我帮你宣传安尼，好不好？我没赚诶。我跟你讲啦，这台车登记啦，那135无赚钱给你，你登记阁无再有赚钱，我只能说你要退出车坛，你不要在车坛混了啦。人家这边车坛已经有个十几年了。那一只10几万的车，要赚几万啊？有这辛苦吗？这车很鸟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讲坏话，现在有很多纳粉。不要妈随便乱讲，等下会被泡。我跟你讲，好，来看看你，来看看你，好好好，拜，好，拜拜，好，好不好？解决了，痔疮要拔掉了，漂完了不给钱就不算卖，所以我车子丢出去不赚钱也不算卖。本来想说，我本来想说赚个3-5千也好，对，其实同行谈车本来就是应该要赚一点钱，不赚钱会水。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就跟你第一次去开包，那姐姐没有包红包给你，会倒霉一辈子。哦，这个我没有经验的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我也没有经验，我听人家说的。那多好呀！啊，反正哦，就等他来签去啊、哦，好吧？哦，好、哦、啊，就这样跟科P回报一下，明天我就不会让他再看到这台车了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啊、哦、啊，再见再见。啊，继续胜了而已。哦 ，Any question？啊，开去啊！好厉害，弄好厉害啊！这保养资料要那个哦，要马赛克哦、啊，不能给下一个人，这、啊、各自哦。啊，可是椅子，啊哪啦？我回去还在编，为了他要去编其他张。是啊，他、啊、为了一张椅子，然后编一张，干袂好。啊，买不到啊！这手牌这两阿姨的，我找中国，刚找到陪伊的啊。你就回去就全部都把它编一下啊，编一下你就可以再加5万卖。他没有5万，没有5万，你利用干。没五万。嗯，高利啊哈，爱赚钱啊哈。尽量尽量。好，交给你了，那、啊、你自己整理哦，我不整理了，你自己整理。哎、欸，给我费用不要钱。帮我理啊。我不要看他了。哦，他帅气的甩尾裤。
不可能啊，做袂到。有啊，大哥，你家的啦。还有这大，我家的啦。干，没有算到那桶油啦，油钱没算到啦。哎、欸，泰山，哎、欸，钱来了，你看只剩万五了吗？哇，干，真的？你这么惊讶干什么？他车牵走钱给我，不是合理的吗？没有，我们做生意就是这样，反正讲的车他牵走，看一看车子跟我们讲的差不多，钱就来了啊。他也知道我没赚钱，对，我没赚钱，他变成借他钱，要一桶油嘞、欸。不一定啊，搞不好他想要退。我还忘记我那天试车，我们把油箱加满，我整桶买油给他、欸，没关系啊，祝他发大财，反正没有计较那个。如果哈、哦、网友有兴趣啊，好、哦、可以私讯我们小思汽车粉丝页，我可以帮你做媒合，啊，到时候包个小红包给我就好。不行，没有在靠到自己赚钱的，我不收红包。你私讯粉丝页，我直接把那个同业的电话给你，你们自己去处理。你团体广告处理不要紧，我眼不见为净。有兴趣想买的，你们自己去讲啊。他要卖多少钱我不知道，我讲真的哦。哦，你家己输赢哦，无我代志哦。我无趁汤，无趁食，无趁料，啊，佫甲你请起来检查，佫甲你试车。啊，不要再问椅子了，那个椅子我要留下来，我有用。我们每样东西都是有意义的。那个椅子留下来做成那个宠物床给神兽汪汪睡，不要再问我要卖多少了，那个椅子没有要卖的。那这个记得哦，喜欢的影片要订阅分享哦，啊多留言讨论啊，虽然最近比较忙没有空回留言啊，泰山也很懒都没有回留言，啊加努力一点回你们，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